好，这是分手的 work 的一个练习哈，然后男生要非常注意他的 foot position 哈，女生倒是没有，男生要非常注意哈。跟长，在你要控制体重到长的时候，一定要开始准备上身，后面那个脚已经拉回来了，然后保持左肩引导，哈，长，继续保持左肩引导。好，体重完全到脚尖的时候，后面那个脚出来了哈，然后再来是 inline 哈，这样到归零的时候，体重归零的时候，到跟的时候身体一定要回正，然后再来进入第四步 three step 的第一步，好，跟这个没有上升哦，所以只能是跟它没有上升了哈，然后再来第二步就是 between partner 的时候，右脚前进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看哈，不能伸起来啊，没有哈。这样子，右肩引导，右脚前进，跟好，他要进入掌的时候，好，因为他要上升喽，把这个脚带回来了，好，所以跟掌，好，到掌的时候，后脚也拉回来了，左脚掌，好，放下来，跟身体也回正了，再走下一步，跟掌，OK，slow。Quick, quick and slow. Quick, slow, slow.